无线剧集家族荣耀之继承者，部分演员的戏份已经杀青，今次在剧中做王浩然妈妈的程可慧就在豪宅设宴轻松一下，而出席饭局的艺人有剧中女主角佘诗曼还有郭峰等。最令人惊讶的是见到久未露面的王蕴才，71岁的她外貌只有40几岁，非常精神健康，她头发乌黑，保养得极好，网民纷纷表示花满流翻嚟啦。近年淡出幕前的王蕴才原来已经转行做了中医，懂得自我调理身体，以她的年轻外表直头可以做生招牌。不过观众更期待她能够复出，话毕竟现时老气骨卖少见少，颇为珍贵。